来，阿波。我在本次游戏当中的玩家昵称叫做玩家昵称。哇、wow、哦！哦，你是那个哦，他是那个什么？初始名。对，玩家昵称一般都是那种，就是内测玩家才有的那种。玩家昵称，很酷。请各自为本队想一个队名。队名，我们是红色，就是帅。或者我们的队名就叫做队名。好，也可以。怎么？我们叫什么名？啊？叫什么名？他们叫队名，我们叫错名呗。啊？好啊。好，你想，很难想。可以。啊？又可以了。你刚才又笑我。你怎么样都行。质疑我，怀疑我，到理解和成为我。啊、嗯，好好，我们叫错名。我们叫错名。不是你不等你们先介绍，你们介绍完以后，我觉得我们队名才我们的队名才我们的队名叫队名。好，我们的队名叫错名。好像没什么底气，还没什么底气，没什么底气。三二一，名侦探学院要做就做 number one。好，我再跳裤子要掉，真的是感觉。这样可不帅哦，不可以，不可以，你不今天给我维持住了。不秀，King on King。欢迎六位玩家进入游戏，在游戏开始前，请签署你们的保密协议。哦，还有保密协议啊！来来来，感觉有诈，李律先过一下。李律过、哦，没关系，这个签游戏 ID 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哦，是哦。那我们是签本人的名还是游戏 ID 名？当然是游戏 ID 了。写的游戏 ID 耶。哦，游戏 ID。我没设计我的游戏 ID 的签名，主要是。完了，名字太长了，费劲了。你就，在意，别消息，在意，有你的消息。好了 ，WZZYYND。哇 ，OK。太牛了，看我设计的，现设计，嗯，现设计，不是火星文，差评，嗯，不是火星文，哦，哦，火星文输了，不够纯，我祝你们成功吧，好、哦，这很难评，祝你们成功，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在属于学院小屋的时空里，学长们也迎来了新的一天。本兔发现今天学长们都穿得特别有仪式感。这可让本兔更加好奇了，学长们的这一天又会怎样开启呢？早上好啊。嗯，早上好。早先吃饭吧。呀，我觉得做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之一就是今天穿了大家一起穿黑色。为什么呢？我觉得很有仪式感。那我里面穿的太有仪式感了，我红毯都没这么走穿过。难受，缓不过来了。咋了？看球。本来大好的希望被绝杀了，这么难受的吗？那打打场加时，应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机会赢的。不是，从落后十分到领先十八分，最后几分钟追平，是为什么啊？十八分谁追的？都是一个人追的吗？人家防守一下上来，然后他就打不进。哦，我感觉我都能预见到那会儿可能要被绝杀，能被绝杀哈、啊？不是那个球啊，嗯，
那比当年库里绝杀雷霆的那个三分，我觉得都悬是吧？防成现在那样了。对啊，我看了刚才那个绝杀球，上热搜了吧应该？太难受了，真上热搜了兄弟。他闭上了。明天还有吗，勇士？嗯。打谁啊？活塞。现在是季前吗？还季后？常规赛。嗯。你要又输了还看吗？明天我就汪汪了。看吧，还是可以看一下的。人气满满的一天。嗯。哈喽大家好，今天是学员小五哥。哈喽大家好，今天是学员小五 Vlog，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早餐时间。早餐呢吃的非常健康，健康玉米加鸡蛋加香肠加粥。嗯，唐小舟今天不在，他来代替。这是名侦探学院第七季学院小屋最后的一顿早餐了。Yep. 二弟。Yep. 相信大家通过节目已经看到我们这次的学院小屋的装扮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也不带大家转一转了，大家通过节目就可以看到。哥几个今天都穿得特别隆重，有点小仪式感。黄子，我在。今天长沙的天气怎么样？今天长沙的天气多云转阴，温度12度，适合穿大衣。这个是火树吗？多么明显。小七给我拿一下，介绍一下今天的 OOTD。 好，今天的 OOTD 大衣配皮鞋，里面是西装，非常有仪式感，就是精致的一天。耶，来咬两口。这粉儿都没有不辣的吗？这粉儿辣吗？这就算不辣的。大哥，你今天是心情不美丽，所以你，因为肠道肠胃是情绪系统。不是，你现在脾有点旺，说你脾气有点大。大哥刚才在看那个勇士打掘金吗？然后被绝杀了。那不行，我刷抖音了，说是你要想生气就看勇士球。不是，第四节还剩七分钟的时候领先18分。还剩七分钟的时候勇士领先18分。对，那怎么被打没的呢？防守上来了，然后最后打不进，就打都进不了，失误，各种失误。剩3秒多，谁失误的？你说谁？库里一个传球失误了。然后对面剩3秒多，人从后场发球，约基奇从后场运到过中场，直接扔了一个三分。谁防约基奇啊？那个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缺脸就是进，就跟这个赛季东契奇一样。手感来了，2015年2016年那个库里绝杀雷霆的那个，你记得那个三分吗？哦，我记得，对吧？就刚过半顶着威少的那个，那个，我觉得比那个刚过半场那个。那就是普罗旺斯那味儿的。嗯，副总上线。